老婆。老公啥啊？大晚上的不睡觉过来干什么呀？你不是也没事吗？我一个人睡不着，想过来找你聊天。聊啥聊啊？我都困了啊，我要睡觉了，拜拜。我怎么一来你就困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一听到你要跟我聊天，我就犯困啊。不行啊，我今天就要跟你聊，我非得跟你聊。好好好，聊聊聊聊。你说你一看到我就犯困，那你平常呢？玩手机玩到十二点，玩游戏玩到半夜，你都不困？那主要游戏好玩啊，手机好玩啊。那我也可以啊，我可以陪你玩游戏啊，也可以陪你聊天啊。跟你玩游戏聊天没意思。现在怎么这样子啊？你是不是看到我容易犯困？对啊。我就在这儿啊，我让你好好睡一觉晚上。哎呀，别别别别别。我跟你说，主要这张床小了啊，那就挤一挤吧。你还根本挤不下，你看我是没躺下啊，我躺下这么满了，嗯、啊，哎，我这边只有一个小被子，一个小枕头，怎么睡？哎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！你还让不让人睡了啊？你到底啥意思，老公？我有啥意思啊？不是你说了叫我睡这边啊，叫我减肥啊，没减到160斤，不要回去睡。这不是你说的话呀、啊？对啊，是我说的，我也没让你回去啊，我今天就过来了，对不对？陪你一起啊，不行啊？哎呀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这边都是打23度的，嗯、你在那边不是打27、28度啊？你在这边你不怕冷？我去拿个厚一点的嘛，盖个厚被子不就解决了？这都行。还有啊，我睡觉要打呼噜的，你晚上睡得着觉的啊？到时候别瞎想啊。打呼噜嘛，那。你让我先睡，然后你晚点睡，不就好了吗？这你想得美啊！那我克服一下，我克服一下。还有啊，我万一说梦话，说你坏话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要踹我下去啊？有啊？你打那么多借口的啊？什么借口啊？就不想让我在这儿睡，对吧？没事，我都不在意，这些都不是。啊，可以吗，老公？来来来，我给你按摩来。不要不要，不行，我就要。哎呀，你这样我害怕，哎、我害怕，你知道吧？你这样。你怕什么？啊、舒不舒服？嗯，哎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啊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力道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还专业。哎，给我按舒服了、啊，我还稍微可以考虑考虑。你说的啊。嗯。你别给我赖了啊。不赖不赖。给你专业。这是我专门学来的。嗯嗯嗯，可以。来，被子给我吧，我在这睡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太无耻了。枕头也给我。来来来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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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去哪里啊？你去干嘛？你去干嘛？我去隔壁屋找儿子睡啊。不行啊，他一个人睡了就好好的，你去影响他干嘛？你就睡这里好了。你不许走。啊